打球打诺拼，阿、是有钱拿哦。Yes 啦，过年红包就靠这一波啦。没错，过年就看综艺大集合，看瓜哥带着明星艺人挑战运动极限，赢得比赛，红包拿到手会软。喂，我卫生纸，不要找阿姨先冲上啦。起码不要抓家伙。只是一当崔建国。哎，文姐，你不是去开会，你哪会徛伫遮啊？因为我有代志想要问你。拄则我去面试的时阵啊，有同事偷偷甲我讲，我较细腻的，讲你甲 Carol 两个只有可能反背我。伊讲恁两个人同进同出，就暧昧。你莫当面听人我白讲啊！是当一个员工当面讲一寡无影无真的代志啊！老板，你干嘛啦？我直接来办你事。我讲你莫安尼，安尼歹看。有啥物代志，你莫办公室再跟讲。你袂当讲，你若无做亏心事，谁对你假？给我讲清楚。我伫办公室等真久，你到底要开会无？你家己问文珍啊，我嘛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大事，无代志是当面咧起笑啊！啊！你莫去查，你去查，叫我去看，根本都无啥，你莫去跟我讲啊！文珍，那什么一点是你幻听幻觉，要开始行起啊！哎呦，拄只害我，当真是蹲一晚，当面也白讲的。原来是安尼啊，文珍，你哦。人家卖乌白为白走出来啊，你白根本就阿白好啊，啊！